好，所以我是50000乘上2.54零952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，不是2.54，2.54零352，哈，不是0.52，好，2.54，0352，好，看错了，好。所以135页，你回过头来看一下，我的示例二是8万，直接去乘，奇数是16，利率是6%的，现终止因子是2.54零352，所以得到8年之后50000块就会，本利可就是多少？127018块，这样子计算就可以了。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会给你这些现值，这些的指数。好，那你要自己去找你要计算的指数的金额数字是什么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终值。那示例三人，他要算的是现值。他说假设136页，那公式呢，我就不带你们看，因为到时候我不希望你们用一套公式去算哈，因为这个会有未知的问题。好，大山公司呢，希望6年之后可以有100000块。来供更新设备之用。假设银行的利率是9%，好，你看银行存款利率9%，它是讲银行存款利率9%，那是什么？它没有特别强调，就是指年利率。好，然后每一年付息一次，那你现在存多少钱？好，这笔是整存整付哦，我现在存一笔钱，存进去。6年之后要有100000块，所以终值是60000块，10万块。那我现在存一笔多少钱进去？好，那一年复习一次啊。好，他没有特别讲，就是一年，他这边有讲一年复习一次。好，如果没有特别讲，在我们的课本上面的习惯就是指一年复习一次。但是我告诉你说，实务上面，好，我们是每月复习一次的。好，那这里呢就告诉你每一年复习一次，所以6年就只有6期。好，那既然是每一年复习一次，所以年利率就是9%，我就直接用查9就可以。所以去查附表二，去查利率9%，期数是6。好，我6年之后要有100000块在银行存款，利率9%，每一年复习一次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的现值因子是0.596267，所以100000块我现在存多少？0.596267，所以我现在存59627。好，6%的话，期数是六，是0.596267，好，不是0.596267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存59627。在每一年复习的一次的情况之下，利率90%，6年之后就有100000块，这个就是现值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发现，这个算法的时候呢，我可以从终值推到现值，也可以从现值推到终值，所以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期数，或者是我知道那个利率，我就可以去从现值推到终值。所以现在的这里，现在的示例四呢，就告诉你说，我知道 NA 呢就是指终值，我知道 N， 我知道期数，我知道利率，我要从现值怎么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，137页。好，示例四，他说的一个工作酬劳给付的方式有两种，甲案是2年后付40000，乙案是5年后付50000。如果没有通货膨胀的那个顾虑的话，然后每一年复习一次，假设利率是在12%跟6%，你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？当然你应该选的是什么金额最大的啊。好，那一个是2年，一个是5年，那我怎么算？当然就用现值来算好了。好，因为一个2年是终值40000，一个是5年，终值是50000，所以呢，我都知道终值，那时间上的不同，所以我知道用现值来看，所以2年之后的40000，在利率12%，值现在多少？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甲案，如果40000块，然后呢，2年之后的40000块，在利率12%，值现在31888。好，那如果是
五年之后五万，再利率12%的话呢，哎，乙案，它的五年之后利率12%，值现在多少？28,371。所以哪一个比较大？当然是甲案比较大。如果是你，当然选甲案喽。好，那如果利率是6%呢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两年之后40,000再利率6%，是值现在多少？35,600。那如果是利率6%，然后呢是五年之后的50,000，值现在多少呢？37,363。所以如果利率是6%的情况之下，你要选择乙案，比较可以拿到的金额是比较高的，就报酬比较高的。好，所以不同的利率之下怎么去决定，好，或者不同的期数之下，不同的时间长短，那你怎么决定哪一个是对你比较有利的？那你要先知道你的利率是多少，好，这样才能够帮你判断。好，那另外事例五呢，是说我呢，本金是20,000，利率是8%，每一年付息一次。那我如果要计算，我要存多久才能得到29,386.5？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呢就是。记得吗？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算事例二、事例三的时候，我是先知道现值乘上我的复利终值，好 A， 然后呢利率期数等于我的什么终值，好，现值去乘上终值因子得到终值的金额，好，所以像那一样啊，如果我现在知道终值，我去乘上什么复利现值因子，好，或者是复利现值的指数，我就可以得到什么现值。好，所以这个例子一样啊，他说了，我现在呢是存20,000，好，我现在存20,000，现值是20,000，然后呢，我要存多久？不知道，现在我不知道。然后我要是29,000，好，终值期数是多久？若干年，好，所以他说利率是8%，好，29,386.5。好，我现在来知道是我的利率是8%，因为一年复习一次哦，所以我直接用8就算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要知道这个金额是多少，所以呢，我推回去，这个推过来 ，A 呢，好，这个因子在8%，不知道多少期，要等于什么？这个除过来就好了，29,386.56除20,000，所以你的期数，好，所以29,386.56除20,000。这是1.469328，好，所以你去查附表一，因为现在是什么终值因子啊，所以你去查附表一。好，你可以查附表一呢，就150页喽。好，那已经告诉你期数是八，利率是八，所以你去查利率是八呢，151页。1.469328，所以你就对过来了，你可以知道你的 N 是多少，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存五年 ，N 就是5年。好，20,000就可以什么，累积为29,386，这样看懂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可不可以套这个公式来算，或者是套这个模式？套用这样子一个模式来算，好，我现在呢，终值是29,386.56，然后呢，我的 P 呢，这是小 P 哈，我的利率是八，我的期数不知道，那等于现在的20,000，你把这个除过去，好，你的 P 利率是8%，期数不知道，等于它的。现值因子，好，所以是29,386.56啊，20,000，因为除过去哈，20,000是在分子，20,000除29,386.56，
所以是0.68058三，好，所以这是0.68058三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查负表二，啊，因为呢，我知道是什么，我现在得到是现值因子啊，所以我查负表二，期数利率是8%，你去对一下。好，你也可以发现呢，我的 n 是等于股息是0.68058三，所以一样得出来的结果一样啊。好，所以 n 也是等于，所以意思是什么？你从现值因子去找，你推，或者是从终止因子去推是都可以的。啊，结果都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是两种的计算方式，得到的答案可以一样。好，这是示例五。好，示例六。好，示例七，示例七我先讲一下好了哈。好，不要好。所以看到示例七，我下次再来讲，也就是说你怎么去找，怎么去做插补法去做哈？所以请你先看一下到示例六就好了。好，示例六呢，我也一样知道现值，知道期数，知道终值，但是不知道我的利率，那就一样跟刚刚一样，只是我现在知道期数，然后我去对出来我的 I 是多少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拿示例六，我呢现在存10万块，每年复利2次，换言之就是什么？半年计息一次的意思啦。然后呢，我又可以获得在10年之后可以获得18.611万。那要问你说，那我要存，那银行要给我多少的利息？好，或者就是我的存款的利率要多少？好，所以我们拿这个一样的这样的式子来算。好，我把它擦掉好了，放换写这边。好，一样两边可以推。好，我现在的是知道我现在存18万，好吧，存10万。我现在是算终值啊，因为我知道终值是18.611。好，18.611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的是，我可以存几？我现在不知道利率，我要存20期，10年，因为每半年复息一次，所以就等于20期。好，就等于20年之后，10年之后的终值是180611。那我也可以什么？180611，20期之后的金额是180611，再利率不知道是多少，我等于现在的10万。好，一样你也可以推，从现值因子或终值因子去推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是我要求负表一，从负表上面那个式来看，负表一的话呢是1.80，那我的终值因子是1.80611。好，所以你去查附表150页来看，如果期数是20，好，对过去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期数是20的话，1.80611。好，所以我的利率是多少？3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利率是3的话，是1.80611。所以我的 I 是3，但是这个 I 呢是半年啊。我现在问你的是利率是多少，所以我想说那个指的是什么？年利率。所以我的答案不是写3哦，而是6，因为3是半年利息，半年的利率。我现在问你的是年利率。好，我问你是年利率，所以你要把它推算为年利率。所以我这个答案，我的存款利率是多少？6%。好，如果我用现值因子来算，好，10万去除18万，好，10万去除18.611，所以是0.553676。好，所以查一下呢，我的负表二，期数是20，然后呢，中现值因子是0.55，好，0.55。是不是一样？也是利率是 I 就是3%啊，因为一样是什么？
半年最低要乘上二，所以年利率就是6%，这样看懂吗？好，这是事例六，事例六的一个例子。好，那事例七呢，我们下次再来讲，因为我既然应了，现在来停一下你。苏子祥，好，陈之群，洪嘉音，傅若伟，刘耀珍，余珍慧，于淑敏，对不起，念会念反，念反，于慧珍，好，还好，黄奎燕，许文林，简伟哲，刘芳琪，还是要念刘芳琪，林宪君，何怡慧，李继廷，王淑礼，舒晨，陈佳慧，陈庭如，王文宇，张宇，刘婉怡，林芳雨，刘邦伟，巫玉成，何生阳，杨庭元，赵以文，张敬纯，田德胜，林雅珍，黄天仲，周鸿彤，郭炳君，谭思远，没来，黄义邦，洪家卫，蔡佳琪，许瑞麟，吕新颖，吴佳怡，沈怡静，林庭安，韩宇成，没来哈，李佳伟，蔡景任，严伟竹，黄冠琪，张庭轩，李怡哲，徐佳蔚，徐伟霆，李成浩，卢佳怡，何婉哲，柯国义，黄怡泉，郭国廷，林金颖，
吴承彦、骆轩、乔梦琴、黄佑远。下次跟他讲，叫他来电话。谭仲永、王国林，哦，台湾的同学缺席率很高哦。陈玉明、邱思杰、郭宝树、朱佳琪、叶怡歌、林汉德、肖慧媛。张志善、叶姿君、黄建汉、王一鸣、徐月玲、任如芳、黄丽群、黄丽君、黄慧云。会严重周柔君、陈思翰、严佩成、许家任、许富任、洪千雅、朱木生、欧全贤。林玉志、范祖安、王胜明。好，然后现在是应该大家来交换生吗？好，还是交换生？王俊明。王家明，好，王家明，还有就是 ，I02403000004，那你来个八号型的都名字哈，他的军衔飞，好，然后呢是007007。好，待会也帮我写一下你的中文名字哈，马丁森。再来还有一个意思的是一个刘福。好，那所以你的台词是同样。台二的同学哈，请你回去特别叮咛他们一下。因为这个现在是大概多少吗？这个影片多少多少人？20个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